小玉，你还记得小玉吗？他还在家里等你呢。小玉。对，小玉。我就知道你不是回来找小木人的，你要救侠士们，岂能落下我？小心！布丁，你没事吧？布丁，没事。不行，这些异人力大无穷，我肯定没有胜算。被异人伤了后，会变成异人，失去意识。陈兄还有意识，如果我也能保持清醒，或许还有胜算。与其都在这里变成异人，不如……布丁，啊，你要信我。哎，快住手！霍星辰，你说过我是一家之主，我要保护你。星辰，星辰，说，小木人的主人在哪儿？星辰，死了吧，里面都是遗物。星辰，布丁啊，你觉得螳臂挡车，以卵击石，那鸡蛋是强者还是石头是强者？石头。可是，在师父的眼中啊，鸡蛋和螳螂才是强者。强不代表体魄之强，也不代表武功之高，而介乎于你有坚强的内心呐。师父，我不明白。不明白没关系，将来有一天会有人让你明白的。恩在呼唤，天空之间还要承受多少的狂澜？我生活，我很宝贵。